今日，孙俪在微博中晒出一组邓超和小花妹妹玩耍的照片，配文：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接下来的画面实在是不要太温馨了，父亲抱着女儿的背影，邓超和小花妹妹在游泳，草坪上，一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在玩耍。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是不是心都能融化了？邓超是个演员，工作自然不会轻松，轻松的话怎么能把影帝拿下来？相信每个父亲都害怕错过自己孩子的成长，所以不管再忙，有孩子就多陪陪孩子吧。